这里就是雅典的跳蚤市场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雅典跳蚤市场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奇怪。在这地上地下都是文明的古城里，寻找千年传说的希腊美味。在希腊中部的山区里，有一群神秘的修士。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靠的是牛龙。是什么样的原因？什么样的魔力？ 让他们离群所居，在这里苦修呢？这里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摇篮，有着众多的历史古建筑。踩在这一千多年的屋顶上，哦，我的天哪！数不清的市集让你买到手软，众多的美食让你胃口全开。从这里面有感受到浓浓的家乡味。